三清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以及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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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能遭遇。百千万劫能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讲得清楚。我哋咪花少少时间啦，复翻上次讲到嘅地方啊。上次咧已经介绍完咧呢、这个第七如来啦，药师琉璃光如来举行菩萨道时嘅十二大愿啦，亦都讲咗咧佢喺成咗佛之后啊，悯念咧呢个世界咧有无数世界，有好多人咧受诸病苦啊，所以就演说光中演说呢个大明陀罗尼啊，大光明嘅陀罗尼就系药师陀罗尼啦。好啦，咁啊，亦都介紹到咧，咁咧就係釋迦如來重新一次總結啦。佢復之文殊師利，即係文殊師利啊，文殊師利啊，若有正信嘅男子女人，得聞如是啊，如上嘅七佛如來應證等覺所有名號，聽到呢個七個如來嘅名係點啊？啊，朝頭早刷牙洗面啊，沖涼啊，或者以珠花香、沫香、燒香、桃香。啊、甚至乎咧，啊作诸伎乐啊，供养形象啊，于是经典自书或教人书，啊自书教人书咧，都系喺古代咧就有宣扬流通呢本经嘅含义喺度，所以抄经咧喺古代咧好紧要嘅。咁而家咧就是、一样啦，而家就唔需要抄经啦，系咪？即系又有电子版系嘛？点我 send 俾你，你 send 俾我好快。咁如果你抄咗经咧，有啲人咧就好中意烧嘅系嘛？抄完抄執慢慢就燒燒，咁我就覺得係唔應該啦，係嘛？咁你話如果抄咗本經攞嚟供養咧，啊咁就唔怕抄。啊，如果你真係想要去抄完燒嘅話，不如你讀啦，係咪？讀咗咪唔使燒咯，係咪先？或者你助印，而家助印都唔使啦，係咪？電子版都好方便啊。所以咧，係以前咧，你去毀壞一部經咧就好大罪嘅。咁如果而家啲經真係，住咗蟲啊，或者其他咧，你話我毀燒咗一本，但係我印一千本，咁係咪一樣咧？其實即係個功德係會繼續延續落去，即係唔好令到佛法斷咁解啫。其實最重要咧，有咗經之後咧，係要為人解説咧，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嘅。佢話若自書或教人書，而一心受持聽聞其意。因為部經咧擺咗喺度冇用嘅，佢唔係一個偶像俾你拜嘅，佢係記載一啲好重要嘅信息。呢啲信息係要透過我哋去流傳流通，將佢去變成一種嘅啟示，令到每一個人都明白裏邊嘅內容，去改變自己嘅行為咧。啊，咁先至係達到呢本經嗰個效果嘅。咁啊，於彼法師應修供養一切所有資身之具咧，就悉皆施予勿令佛少。咁呢度係講一啲供養宏法者嘅功德啊。咁希望點啊？由於因為呢個人咧，將如來嘅大悲嘅誓願力啊，去為我哋去講解呢啲經典，令到眾生蒙福，眾生應感謝佢咁解啫。佢話如是遍夢，諸佛護念所求願滿啊！如果你能夠啦，能夠尊敬宏法嘅導師啊，視之如佛一樣嘅供養咧，就得蒙諸佛，唔係淨係七佛咁簡單啊，係一切如來共所守護啊，啊所求圓滿乃至菩提，直至到咧你成佛咧，你都唔會再行錯路。點解啊？因為你心中重法故啊，你重視法。好啦，以時曼殊室利啊，童子白佛言嗱，之後。如來講完七佛啦，文殊菩薩亦都聽過啦，亦都知道咧，佛叫文殊菩薩咧教授喺末法時期咧，啲人咧要尊重呢七個如來嘅經典，兼夾自己要好好供養，甚至乎自書或教人書，或者迎請僧眾去講解呢部經，而對於講解嘅人咧係收種種嘅供養。
當時文殊菩薩聽完之後咧，就出嚟表態啦。於是文殊室利菩薩啊，文殊室利呢個童子白佛言，就對住如來咁講啦：我於末法之時，嗱呢本經係文殊菩薩問佛象法之後，係嘛？留意啊，象法之後，呢、這個世界有好多行錯路嘅人，修錯佛法嘅人，邪見嘅人，點樣令到佢哋行翻如來嘅正道，直至成佛喎？留意下，佢個問題係咁嘅，所以佛就講述咗喺象法以後，包括末法之時，眾生將會被魔嘅眷啊，魔嘅眷網去包圍住，令到佢哋生咗邪見、迷信諸如此類啊。令到他們甚至乎做修種種的惡法，行錯路。但是只要你記得這七佛的名字，一一就為我們宣說了七如來的行菩薩道時的大願，全部都是導引一些惡業的眾生。而聽到這七如來的名字，他不單止可以免除了這些這樣的三惡道報的果報，還要怎樣立刻會變成一個菩薩，即刻會變成一個菩薩，仲要在無上道咧，好快就成就。咁呢啲咧，喺一般人嚟講咧，就覺得係不可思議啊！好似有啲感覺啊，上次嗰啲講過啦，係咪好似好唔公平咧？咁我哋會知道唔會唔公平嘅。咁你話咩人先會信呢七佛咧？啊，梗係有因緣嘅人先會信。往往咧，我哋都話好多嚟呢個世界嘅人咧，一係就原居民係嘛？一是就是成願而來的菩薩，成願而來的菩薩呢，往往在道生的時候就會和光同塵，跟眾生一樣做同樣的罪業，就會受到同樣的果報。但是這些是菩薩成願而來，所以就會得聞這些佛名。這些菩薩一得聞這些佛名呢，就會滅除了他的罪業，很快就會直向成佛的道路。所以呢，往往在末法時期，我們講那麼多經都講了，是吧？最多什麼人呢？已成人最少，因為有福已經生了在佛國，惡業眾生就留在這裡，還有成願而來的菩薩就會來這個世間。那所有成願而來的菩薩一聽到這些如來的名字呢，就答堂了，就會速滅他們的無量罪業啊，本來會墮三惡道報。你想想，一個菩薩來到這個世間為道眾生墮三惡道報，啲如來會唔會護念呢？會噶嘛。所以呢七如來就係咁嘅因緣出現喺呢個世間，因為文殊菩薩嘅一問，諸如來就讚歎你呢個問啊非常好啊，能夠幫助無數咁多失道啊，即係行歪路嘅菩薩、行歪路嘅眾生行翻正，仲要令到佢哋習得無上正等正覺。好了，跟住文殊菩薩出嚟做一個總結，佢話：我於末法之時，而家就係末法時期啦。誓以種種方面，我喺如來面前立誓，一定要用種種嘅方面，令諸正信男子女人得聞七佛如來名號。佢話：我誓以種種方便力，方便即遷就行信眾生。豬肉佬的、鬥木的、做生意的、炒股票的諸如此類，不理他什麼因緣，總言之，我用種種方面令到有正信的男子女人。什麼叫正信男子女人？不是普通惡人，他有善根才行，對嗎？沒有善根會不會是對如來生清淨心？不會，就是他心很純，他信法是很純的，他不是一些邪信的人，不是一些迷信的人，不是一些愚痴的人，他是正信男子女人，要令到他们得闻七佛如来的名号，乃至睡梦中以佛名令其觉悟。即是说，如果有些人他是拜佛，有供养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会用种种的善巧，令到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得闻七佛之名，乃至在夢中去提他。哎呀，不知道為什麼發夢，經常想過什麼如來的名字啊，善明清吉祥王如來，或者藥師琉璃光如來，不知道為什麼經常會說這個名字呢？
咁我哋心中有數啦，分分鐘係文殊菩薩提點下，因為佢發咗個大誓願，喺末法時期佢就告做嘢噶啦，係末法時期，係咪好多人會失正道啊？就係呢個時候，一念若絲琉璃光如來，自然行翻正，啊，乃至睡夢中啊，亦以佛名令其覺悟，啊，令到佢知道聽到，世尊，若於此經受持讀眾。或复为他演说开示，假若有人啊对呢部经接受，仲行持持之以行，日日做紧，日日念紧，读诵去讽诵呢一本书呢本经文，或复教或复为人开演说开示，或者为其他人去演讲宣说开示当中嘅义理。若自書，若教人書，或者自己抄寫送俾人，或者教人抄寫，諸如此類啊！恭敬尊重，以種種花香、桃香、末香、燒香、花蔓、璎珞、幡蓋、妓樂而為供養，呢啲咧就完全係你中意用嘅唔同嘅花啊、果啊、啊種種嘅香啊、燒香啊、末香啊、花蔓即係花啦、啊，蔓即係編織出嚟嘅一啲嘅供品啦、啊。璎珞嘅珠啊，翻蓋直嗰啲叫做翻圓嗰啲叫做床蓋咧，就係、是、喺佛典上邊嗰、那個上面嗰個蓋啦。啊，嚟到莊嚴佛嘅佛壇啊，或者播音樂啊，就唱頌啊啊，諸如此類啊。我哋香中國人咪有唱讚嗰啲咁啦，都係屬於妓樂嘅一種啦、啊。以為供養啊。唱下啲香讚咪供養佛咯，係嘛？啊，五色啊，以五色增彩咧而果之。嗱、啊，你留意下，佢教你自書或教人書嗰本經唔係攞嚟燒嘅喎，係攞嚟做咩？用五色增彩咧果之包好佢，灑掃淨處，至高座上嚟到供養呢部經啊，咁解。所以咧，我唔會鼓勵人哋抄經去燒。是不會的、啊、你要抄了去燒的不如讀對不對解明解明解明不如以這本經的說話去做是 最實際的執行是最好的嘛對不對好了如果你真的想抄的話代表了你對這本經恭敬的嘛我舉個例有個人找本血用血來抄經的嘛是吧我想請問你抄用血抄了經你會不會拿去燒了它就先問了你那為什麼你找些墨抄本經你會燒即係物唔值錢啦，咁我哋可能咁講。但係呢本經係咪攞嚟燒嘅咧？梗唔係啦。你就代表咗你對呢本經嘅供養，係嘛？即係直情係仲加比你嘅身體嘅血肉更重要咁解咯。咁你應該要點啊？應該要尊重。所以呢部呢度咧教你。咁除咗呢本七佛本願功德經，咁我對其他佛經可唔可以又抄完又包住供養得唔得？一樣得㗎啦，意思一樣嘅啫嚇。好啦，我哋明白啊，呢、這個就係文殊菩薩發願，只要有善男女喺末法時期，佢都會百千善巧方便，令到呢啲人聽到七佛嘅名，啱唔啱？甚至乎叫佢哋咧去自書或者教人書呢本經，然後將佢供養咁解。於是四天王。啊！與其捐屬啊，呢度都有上次講咗啦，快啲覆都得啦嚇。咁、啊、咧就同埋無數天眾偽此偽誒皆偽其所供養守護四天王負責管轄住呢個人世間嘅啊呢、這個偉將軍咧都係佢個部屬嚟噶，所以咧佢亦都行出嚟話邊個喺人南言浮提有供養七佛乃至呢本經嘅咧？誒佢話我都會去供養守護。世尊，若此經寶流行之處及受持者，佢呢本經流通之處，以及接受依此經修行嘅人啊，以彼七佛如來本願功德及文明號威神之力，佢當知是處無復還死。佢話：我哋喺度睇呢個世界睇咗咁耐啊，我哋知道如果有任何家庭供養呢部經，或者呢啲一部經。嚟到修行嘅話咧，呢笪地方永遠唔會有還死之事出現，亦
伏不為諸惡鬼神奪其精氣，亦都唔會俾好多啲惡道嘅鬼神，所謂踏胎卵鬼神啊、啖精氣鬼神啊，好多呢啲鬼王噶嘛，啱唔啱？唔會，佢切以奪者，還得如故，身心安樂。就算呢、這個呢家人過去曾經俾一啲異類眾生去騷擾嘅，或者吸咗呢啲咁嘅精氣嘅，啊，都要還得如故，都會攞得翻。兼夾咧，身心安樂。何以故？因為七佛如來嘅功德力。如果呢個人自清自念，就會得到呢種果報，唔使我哋四天王去維護，佢都得嘅，咁解啫。咁但係佢已經講啦，我哋四天王以及一切嘅部屬都會守護呢家人。咁上次就講到呢度，啊，以下落嚟咧，我哋繼續啊，繼續新嘅內容啦。佛告曼殊室利，佛就對文殊菩薩講咯，如是如是，好，冇錯冇錯，對對對，咁解。如語所說。好似你咁講，曼殊室利，若有正信男子女人，欲供養彼七如來者，佢話：假若啊，世間上有一啲真正嘅學佛者，皈依三寶嘅，係好想依佛法修行嘅，佢話呢啲正信嘅男子女人咧，佢好想欲供養彼七如來者，佢話。好想供養呢七如來嘅話咧，應先敬做七佛形象。佢應該咧要做一個七佛嘅形象。咁當然咧，你做到一個雕像一個雕像咁得唔得？或者銅，或者石啊，或者係塑料諸如此類唔同嘅形象咧，都可以做嘅。啊，咁當然咧，我哋善巧方面就。找到啲相啦、畫啦，啊，其實係個形象一樣噶嚇。咁就視乎你哋嘅環境能力，每個善男子、善女人嗰啲客觀嘅環境能力啦。安在清淨啊，清淨上妙之座，咁啊做一個佛壇咧，係比較高少少嘅。就不是低下面的，就是高一點點，比我們的眼目更高，站在那裡都可以是高的感覺，啊，清淨上妙之座，上妙即是意思是什麼？乾淨啦，莊嚴啦，這解啫，啊，很漂亮啦，應該這麼說，啊，散花燒香，啊，散花即是天界的人就習慣用散花來迎接的嘉賓的，啊，燒香就是用種種的漂亮的香味辟走曬所有嗰啲陰運之氣啊，嗰啲唔好嘅氣啊，以珠藏花莊嚴其處，即係佈置個壇場啦，啊，即係一啲嘅直嘅就叫做花啊，有啲叫做七佛如來啊，咁諸如此類，或者藥師琉璃光如來啊，咁啊藏花就圓嘅，藏係圓嘅，咁可能寫就七佛個名啊，諸如此類啊，好啦。七日七夜受百戒齋，佢話如果能夠咧，真係發心去供養呢七如來咧，最好係點咧？要抽七日七夜受呢個百戒齋。咁啊，百戒齋咧喺佛教當中咧都非常重視嘅，因為我哋事實上我哋嘅凡夫咧又唔係出家人，你要守一日清淨嘅行為係咪好難？都幾難，因為工作啊嘛，係咪啊？環境啊嘛，我哋嘅生活要逼你噶嘛，你唔係你唔想，根本個環境唔容許你嘅。所以咧，佢就話：你如果你抽到一日嘅時間，或者兩日，佢最好嘅話，如果有機會嘅，收到七日七夜，做咩咧？睇呢七日七夜咧，注意八樣嘢。凡夫守嘅五戒。當然，一般在家居士都要注意嘅，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五戒。咁後面再加呢，這個不非時食啊，即係成日食一餐，降不食。第二嘅就係加多第二個就係咩啊？不卧高廣大床，即係唔要求豪華享受咁解啦，係咪噶？即係以前嘅高廣大床，即係有錢人先有噶嘛，我普通得噶啦。
啊，即係我唔追求享受。咁其實呢個咧暗示出咧，其實所有豪華享受你都可以放低。啊 ，OK， 跟第三咩？不花萬桃香，即係我唔需要化妝啊，或者歌樂言管啊，睇表演啊，諸如此類娛樂自己啊，呢八個注意咧戒備咧係你受一日嘅，一日都咁做，受兩日嘅乃至七日嘅就七日都咁做啦。咁能夠清清靜靜接受八戒齋，好清靜啊！食清淨食，食一啲咧係真係健康得嚟又清淨。首先就梗係冇肉噶啦，唔好食肉啦，食清淨嘅食物啦。燥浴身體，著身淨衣，去沖淨涼，咁啊代表咗咧，我哋個心重視係咪身心都潔淨啊？著乾淨嘅衫，清淨嘅衫，心無垢濁，亦無穢害，心。在呢七日或者八日啊，即係受八關齋戒嘅呢七日當中咧，點啊？個心要唔好世俗垢穢，要擺低世間嘅嘢，唔好斤斤計較嘅利益，唔好咁庸俗，啱唔啱啊？仲有一樣嘢就係唔好咁是非人我，亦無穢害嘅先啊！穢係咩？親穢，穢即係咩？猛憎。不滿的情緒、激動、不開心，有沒有人不開心就去受八關齋的？都有的嘛，嗌完交，我費事睬你啊！咁佢受八關齋嗰陣，你會唔會受個情緒影響啊？會的喎，擺低佢咁解啫。胃係指不滿的情緒，不滿的情緒就會導致你發火嘅，會唔會？會發猛疹啊嘛，唔得，唔好親為害，即係話唔好有諗住因為自己發泄自己而傷害人嘅呢種情緒，唔要入唔得啊！你有啲人守八關齋戒，聽個電話就好猛疹，啱唔啱啊？跟住就喺度鬧啊，見到活開佢，諸如此類，咁會傷害到啲嘢，呢種情緒唔好咁解啫。咁你話？我為咗我本來好唔開心，但係我為咗要好似呢一個，我要供養七佛。呢七日內我清淨嘅，我守八關齋，我對於一切世間嘅煩惱，我暫時閂門，唔聽唔理，唔好有猛疹嘅心態，唔好有害人發泄自己嘅呢種情緒，唔好有咁解啫。啊，呢度明白啊？七日七夜。受八關齋戒，食清淨食，燥浴身體，著身淨衣，跟住心無過垢惡垢穢啊，垢濁，唔做世間俗嘅嘢，啊計較利益嘅嘢唔做，亦無穢害之心之意咁解嚇。對於自己嘅心態咧，唔好有損人啊、發猛疹嘅嘢。於諸有情，常喜利樂，慈。悲喜捨之想啊！啊，慈悲喜捨平等之心。好啦，喺呢七日七夜咧，我不單止唔有世俗嗰啲自私自利嘅嘢，唔要，我仲要培養一個菩薩嘅心。我要，我因為我掂呢七佛咧，你想唔做菩薩得唔得咧？查實都唔得噶咯。这个七佛咧就會令你變咗一個菩薩嘅心地噶啦，啊你成日念咧你就冇幾多，你想做唔行菩薩行都唔得噶喎，因為佢專教菩薩嘅呢個七如來，好快令菩薩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你要供養佢嘅話咧，你就要咁做。但係先唔講呢七佛啦，如果有個人七日七夜唔做嗰八樣嘢，好唔好啊？好啊，跟住。食清淨食好唔好啊？係係咪好有福先得咧？係啊，真係叫佢沖靚曬涼，著身淨衣，個心唔好咁垢濁，好唔好啊？好啦，亦唔好有一啲猛疹嘅心啊，損害他人之意啊咁。不單止咁，仲對諸有情，有情咧，甚至乎唔係淨係人喎，一切眾生咁解，學
你諗下咯，譬如話我想我念觀音菩薩，我諗其他地藏菩薩，咁如果我諗佢哋嘅話咧，佢哋我哋進入呢個菩薩嘅心地，你會唔會對於其他眾生都有一種憐憫嘅之心咧？咁就開始唔係淨係諗自己咯，係咪啊？就開始諗眾生，你嘅心已經進入一個菩薩嘅境地嚟嘅咯。因為以下呢句説話咧，凡夫唔會做嘅。於諸有情常起利樂慈悲喜捨平等之心喎，我想問凡夫會唔會咁啊？凡夫一定會啦，凡夫最多諗啊，我最多我阿爸我阿媽點好啊，我將來點孝順佢，咁好巴閉嘅咯喎，啱唔啱先？咁你若諸有情，一切有情，咁你即係做咗菩薩嘅咯喎。咁其實呢度咧就會話俾我哋聽，呢啲善男子善女人，當你一想供養呢七佛，你要點啊？隆重其事咁解啫，啱唔啱啊？即係話俾諸佛菩薩聽，我好隆重噶，我唔係求其擺你幅相喺度咁樣，我應該要點啊？我係以身作則，我直情係呢七日七夜，我受持八關齋戒，跟住點啊？食素，食清淨，跟住將我哋嘅俗惡嘅心全部擺低，將嗰種猛整唔滿意嘅情緒全部放下喺七日啫。跟住點啊？對進入菩薩嘅心態，對於一切嘅有情眾生，有情眾生我哋指六道眾生，係有自主性嘅，係有感受嘅，係有生滅嘅啊！呢啲仲要係互相輪轉嘅，成日執位嘅，呢個叫有情眾生啊！常起利樂，諗下我點樣可以利樂到佢哋咧？每一個人都有佢生存嘅時間空間，但係佢都係可以食咁多飯、瞓咁多覺、著咁多衫、做咁多嘢，呢啲權利佢有嘅。但係佢可以喺佢呢個權利當中去損害好多人，但係同樣地佢可以利益好多人。分別嘅地方唔同嘅就係話，菩薩啊喺呢啲根基嘅人咧，佢一進入呢啲心態嘅陣咧，佢淨係諗利益嘅啫，佢唔會諗損害人嘅。他不會想著怎樣去佔人家的便宜，佔人家的利益。他說於諸有情常起利樂慈悲喜捨平等之心啊，都能夠時時去做到出來的。好了，歌樂言歌，古樂言歌，稱讚功德，又繞佛掌。他說呢，不單止這樣，還可以的話呢，當然呢，如果這些都是有福德的人，有些世家的人，是吧？可能會請些人來呢唱歌，唱下佛曲啊、言歌啊，來到稱讚如來的功德。甚至會怎樣？又繞佛像，這個佛像，七佛的像，又繞，繞，一路繞，一路是不是念佛啊？或者唱讚啊，諸如此類，歌頌如來，又繞佛像，念彼佛如來所有本願，咁即係讀呢本經啦，係咪先啦？咁啊一路讀，佢哋將佢哋七佛如來嘅本願講一次，講一次，係咪一路提醒、宣揚呢個如來嘅本願，亦都同自己喺呢個人世間去宣揚呢個法有關係啊？一路做緊呢個動作啦，念彼如來所有本願，第一個如來。叫做咩啊？有記下啦，善明清吉祥王如來化咗幾多個願啊？係咪四個願啊？八個啊，八大願係嘛？第二個叫咩如來啊？寶月自然光陰自在王如來化咗幾多個願啊？八個。又係八個啊？哇，咁幾犀利啊！我第三個咩如來啊？金色寶光妙行成就如來，佢發咗幾多個願啊？四個。OK， 咁啊又讀下噶咯喎。咁啊第四個如來叫咩啊？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又是四个愿啊！第五个咧，法海雷音如来啊，又是四个愿。咁第六个咧，法海圣慧游戏神通如来，咁有几多愿啊？有四个愿。第七个大家都知噶啦，系嘛？药师琉璃光如来，十二大愿。啊 ，OK， 咁啊就将嗰啲名啊、啲愿啊读一次名，咁啊你哋那個本嘢就啱用啦，係咪？即係嗰張卡，放大鏡啊，放大鏡啊，係冇錯。
諸如此類啦。好啦，讀眾此經，讀眾呢本經，思惟其意，係咪睇經最重要呢句説話？有啲人話我讀呢本經讀咗好多篇啊，佢講咩嘅？我唔知喎。有冇咁嘅人嘅？有。有啊，咁係咪嘥曬咧？係咪先咧？咁點解你唔解明一次，你每次讀就覆一次咁解啦嘛？咁就唔同咯。嗱，我哋讀經咧，每次仲經咧就覆經嘅，即係覆經即係話再將個道理再講翻一次，又加深記憶，再記憶，再讀一次又記一次，再讀一次再記一次，咁你就自自然然將本經個道理就記曬噶啦。好啦，嗱。個思維其意咧，呢、這個先係我哋所講嘅睇經嘅正確嘅態度啊！正確嘅態度，演說開示咩意思啊？演說即係為人解說，好似你咁。係啦，咁即係嗰種啦。咁即係話咧，供養七如來嘅人，唔單止你去供養，仲要點啊？有個責任喺度噶。有個使命喺度喎，啱唔啱啊？呢個使命要點啊？要宣揚讚歎七如來嘅妙功德，要將呢部經嘅義理咧嚟到廣為人説，係咪咁解啊？係。咁呢部經嘅義理容唔容易明啊？非常容易明啊，因為佢針對凡夫嘅根基嘅，佢唔係針對二乘根基。咁你大乘菩薩咧一聽落就全部明曬嘅，因為大乘菩薩係咪想度眾生啊？咁自己又唔夠能力，咁呢本經幫唔幫到你啊？幫到你嗨下都唔得了啦嘛，係咪先啦？即係叻嘅工具啊嘛，即係我而家我都好想幫你，但我乜都唔知嘅喎。啊，但我拎住個智能電話咧，我就可以幫到你。想咩啊？查一查啦咁，即係個工具嚟噶嘛，啱唔啱？啲七如來喺呢個世間係度生嘅工具啊，可唔可以咁講啊？只要你將呢個信息話俾人聽，啲人跟住掂住佢一齊用都得嘅喎。一齊享用都得噶喎，所以呢個就不得了。咁以往咧，就呢本經係咪要抄寫先有啊？咁所以就佢以前就好緊張噶，你自己要寫，跟住要教人寫，咁你又寫我又寫，你一個人寫幾多部啊？十部，咁十個人寫幾多部啊？一百噶咯。咁如是者，咁一路咁倍增，咁不得了噶咯喎，啱唔啱？咁就變成咗流通。咁而家使唔使寫？唔使啦，俾個電話我。俾個 WhatsApp 我就依俾你，或者 WhatsApp 俾你係嘛，傳俾你，俾條 link 你咧係嘛？我唔識解喎，唔識解啊！俾條 link 你聽，有個人解俾你睇啊，係咪？所以而家就方便好多噶啦，係咪先？嗱，所以其實個意思咩？將個信息輾轉嚟到宣揚，隨其所願。好啦，咁啊呢啲願咧，嚴格嚟講係咪凡夫願嚟嘅咧？你留意一下啦，佢呢度講隨其所願，求長壽得長壽，求富饒得富饒，求官位得官位，咁呢啲咪凡夫願咯？凡夫圓滿嗎？圓滿。點解會圓滿？因為你嘅業唔見咗，唔見曬咁滯啊！咁你個福多唔多咧？增長。多增長。咁你係咪跟住你嘅心願去增長啊？你個福係啊，咁你就會如願。如願，咁你就要嗱，記住七日七夜，八關齋戒。咁如果你話真定假噶，咁咪試下咯。我都成日講呃曬你咪七日，係咪先？咁唔得你咪做咗食七日乾淨嘢，係咪有乜所謂？有冇蝕底咧？你問嗱，如果得又點計咧？哇！即係好簡單嘅啫，係咪啫？呢啲即係實驗嘅嘢。佛話小而小誤，大而大誤，不疑不誤。你乜都唔疑問嘅，咁你梗係唔知個答案啦，啱唔啱先？你有疑問嘅，你印證佢，係咪？你去成日念，就成日念七佛，你就知道你有冇改變啦。啊，好簡單嘅啫。好啦，求富饒得富饒，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一切皆遂。佢話一切嘅願望咧，當然。一個善男子、善女人發抱發咗呢個學佛嘅心嘅人，佢哋嘅心願絕大部分係正確嘅，啱唔啱先？會唔會大貪嘅咧？唔會，自己都唔好意思大貪啦，啱唔啱啊？
我哋嘅願望都希望，哎呀，咁我都心願咯，哎呀，咁我都心願。所以一切嘅願望咧，逐漸會完，因為隨住我哋時時去奉誦呢本經，或者係為人講解呢部經啊，宣揚呢個七佛嘅名號啊，就會得到咧，樣樣嘢咧都圓滿啦。若復有人忽為惡夢見諸惡相，或怪鳥來襲，或於其家八怪出現，此人以若以上妙之具恭敬供養彼諸佛者，惡夢惡相諸不吉祥悉皆隱沒，不能為患。咁呢度咧就係講緊即係呢七如來嘅功德力啦，係嘛？即係話世間嘅人，善男子、善女人，你求好多願望，都教你用一個七日七夜八關齋戒嘅方法，能夠圓滿。仲有你要思維呢本經，為人解說。佢話另外有人有惡夢、惡相，突然嚟㗎，或怪鳥來襲，咁啊！而家嘅社會就少啲嘅，咁啊古代咧都會有嘅，係嘛？尤其嗰啲古代耕種嗰啲咩禾花雀一嚟，你成啲田都冇曬啦，係咪？即係諸如此類蝗蟲啊，咁啊嗰啲又怪鳥，咁我就跟翻個雀仔啦，係咪？或者百奇家百怪出現，咁百怪出現啊，梗係有因緣㗎啦嘛，係咪先咧？唔理佢咩怪。唔理個異類眾生啊，定係個環境居住啊，咁啊，諸如此類，一定係同個惡業有關嘅，係咪啊？係有惡業。佢話有呢啲咁嘅唔好嘅遭遇，突然之間嚟，即係我哋過往生做嗰啲惡業，啱啱嚟到門口啦，係咪咁解？咁呢啲惡業係咪對我哋有困擾嘅？啊，同樣啦。佢話此人，佢假若呢個人。有 遇到一些咁唔吉利嘅嘢，咁唔吉祥嘅嘢咧，咁煩惱嘅嘢咧，啊，用頭先嗰種方法，若以上妙之具啊，若以上妙之具，共恭敬供養諸彼佛者，咁呢個上妙之具係指咩咧？上妙之具頭先有冇講過上妙之具咧？香香其實呢你可以加多減少都得嘅，嚇嗰啲只係一個舉例，即係用你嘅能力範圍裏邊去莊嚴壇場，應該咁講，莊嚴咗壇場，上妙之具，恭敬供養諸彼佛者，係咪又做一次咁解啊？即係如果你有個咁嘅環境，你可以再做一次，或者有繞佛啊，或者唱歌啊。或者是奉眾呢個七佛的功德啊，發願啊，奉眾七佛的本願啊，諸如此類，咁會點啊？恭敬起諸佛者，惡夢惡相諸不吉祥，悉皆隱沒，會唔見咗嘅，不能為患，唔會對你作出災難性的干擾，冇嘅，咁解。好啦，或有水火。刀毒懸崖險道惡象獅子虎狼紅皮蛇蝎蜈蚣魚士等部，咁呢啲就做際遇啦，啱唔啱？講唔埋噶嘛，係咪先咧？失驚無神去旅行失散咗，咁就可能遇到咁嘅嘢都未定噶嘛，係嘛？即係好話唔好聽嗰、那個泰國足球少年足球咁樣，即係被困嗰啲咁諸如此類，呢啲屬於突發性嘅意外嚇。他說有一些叫水火，即是遇到水啦，或者火啊、山火啊，諸如此類。刀槍啊，即是打鬥啊，打鬥毒，即是中毒啦啊，咩事件啊？懸崖咁，即是喺山崖裏邊墮崖啊，嗰啲咁樣嘅險道，或者行啲好危險嘅道路啊，惡象，即是印度就有啦，即是話嗰啲癲嘅象啊，衝埋嚟咧就死好多人噶啦啊，惡象。獅子，咁你遇到啲獅子，咁啊啊虎狼，遇到老虎豺狼，紅皮即係紅皮即係紅人咁解嚇，蛇蝎咁即係毒蛇同埋嗰啲蝎子，蜈蚣有毒嘅嘢，
如是等步，你處咗喺上述咁是但一樣咁恐怖嘅環境底下，而你又必須面對嘅咁解，咁嘅環境即係突發性，即係念普門品咁啊，行於險道係咪咁噶？即係危險嘅地方，好危險嘅。若能自心憶念，彼佛恭敬供養。咁啊，假若你能夠自心去憶想，心裏邊係念呢七如來恭敬供養，咁呢個恭敬供養要有環境啦，你先至可以供養啦。冇環境嘅點啊？心供養咯，啱唔啱啊？尊敬佢，持念佢佛號咯。頭先將我哋七個如來個名不停咁念，不停咁念，一切部位皆得解脱。啊，因為如來嘅力量咧，遍滿虛空嘅。你一念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WhatsApp 即係 Apps 嚟嘅，佢哋根本你一供養佢，你一歸依佢，你一持念佢嘅名，其實你已經加咗佢微信㗎啦嘛，啱唔啱啊？咁當你一念一有急事，你一念係咪佢知啊？即係 send 咗個微信俾佢啦嘛，係咪先？但佢嘅力係遍滿虛空嘅喎，即時啊！如果我哋能夠時時都持念呢七如來個名，喺你呢一生本來會發生嘅一切災難會唰一聲唔見曬。但係亦都有人有先有後，有啲係恭敬，有啲係隨意噶嘛，啱唔啱啊？有啲我聽到呢七佛嘅名幾好啊，咁嘅啫喎，佢唔係好恭敬咁樣嘅喎，佢唔係好自心嘅喎，啱唔啱啊？但係佢會唔會遭受到啲災難啊？會噶嘛。咁咪臨急係咪先會抱下佛腳咧？通常都是這樣的，你平日叫他念他不得閒念的嘛，是要病啊，不舒服啊，遇到危險啊，你叫他不念行不行啊？那當然不行啊，是不是？什麼如來什麼是明清什麼他點辛苦他都要記回來念的，對不對？所以人是這樣的，你不需要的東西沒用的，你需要的東西哇，寶貴，多多錢都買不到那種。所以有時呢，佛菩薩度眾生都是要在不同的場合才可以達到你受用佛法的這種心，即是才可以成就到的。好了，即是意味著念這七佛如來，供養七佛如來的功德，首先所有願望，善的願望，正確的願望皆得如願，是不是這樣？第二個，所有災難危險，如果你懂得持念恭敬供養，都皆得解脫，是不是這樣？話咗俾你聽係咁，好啦，呢個咧就大啲啦，呢個咧就唔係一個人嘅事啦。若他國侵擾、盜賊反亂，哇！呢個唔得了喎，呢個你唔好睇佢嗰一句嗰幾個字啊，但係裏邊包含嘅嘢係講緊國與國喎，他國侵擾喎，係咪啊？盜賊反亂喎，啲賊入到你屋噶咯喎，但係反作反喎，叛亂喎，中國都見過好多叛亂噶喎，係咪啊？好多咩黃巾之亂啊，係咪啊？咩白蓮教之亂啊，好多亂噶喎。安史之亂啊，嗱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大嘢嚟喎。咁呢個就唔係牽涉個人嘅事。這個就要個皇上當權的人要去做。他說假若，當然佛陀是不是太子來的，佛陀是太子來的，他也都講述如果當時的印度會不會出現有這些現象，就不是有了，他國侵擾，對不對？盜賊反亂，那做皇帝的，做一些大臣啊，有重權的人，有重權的人呢，就應該要怎樣代國家來到去供養七佛，這些這樣的危機呢得以化解。憶念恭敬彼如來，所有怨敵皆悉皆退散，就會不戰而退，就會自動平息。咁當然咧，呢個咧係會配合唔同嘅變化啦，即係政治形勢變化，
同埋人心嘅變化。通常有啲人點解會退散咧？咁贏緊就唔會退嘅，係咪啊？阻力嘅咧，佢就會退啦，係咪啊？即係好似我哋講話啲貿易戰係嘛？個特朗普啊，佢順緊嗰陣，佢會唔會退啊？梗唔會退。個阻力咧，點轉都得㗎嘛，係咪？總之啲人有利益，佢就會改變㗎，啊，唯利是圖，咁啊就轉㗎啦。好啦，咁一樣啦。佢呢個咁嘅講法咧，就係指唔係一個人嘅業力可以改變咁簡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咁大嘅團體，如果佢嘅劫難要到，若果嗰個王或者嗰個執權嘅大臣能夠憶念恭敬彼如來者，呢股嘅改變力都可以令到怨敵退散，改變咗佢侵略嗰種嘅惡意嘅。啊，因為呢七如來有種好特別嘅情況係點咧？佢有個現象就係佢唔單止係會令到人哋滅業增福，仲會令到咧鬥眾者咧化解喎。啊，各起慈心係嘛？記唔記得前面有咁講㗎？所以呢啲常念呢啲佛嘅名咧，就有呢種咁嘅功德力。復是萬殊失離，若有正信男子女人等，凡係正信男子女人等嘅，即係話佛弟子啦，皈依嘅佛弟子，佢如法修行嘅，咁就但係睇佢程度咯。有啲係初法意嘅係嘛，但係有啲係久修㗎啦。咁你正信咧，即係話佢信仰咧係好純好純嘅心咁解，乃至盡形不是如天，唯當一心歸佛法僧受持金戒，若五戒、十戒、菩薩二十四戒、必初二百五十戒、必初離呢個五百戒啊。係啦，呢啲係個譯音問題啦。啊，即係於諸戒中或有違犯、暴墮惡趣。好啦，佢話若果有世間嘅佛弟子修行，盡形不是如天。咩叫盡形不是如天咧？一心盡形心。不是咁嘅意思咩？不去拜祭，不去侍奉，不去跟從，咁解如天。因為當時印度多唔多人拜天嘅？多啊！啲梵天啊，一切要無數諸天噶嘛，佢哋唔是諸天，即係話咁天界嘅人，你都唔拜天界嘅人，因為你拜佛。當你一拜佛咧，天界嘅人就以佛做老師啊，天人師啊嘛，所以佢自然就會守護你啊。你不是拜緊個天，你是跟天人做同學，個天人同酬類啊嘛，係嘛？同埋一班做咩啊？都是學跟佛學習噶嘛。天人是一啲我哋講係富家子弟的學生。我哋人世間咧，咁都有又唔係好富啦，係嘛？即係有錢學生都有，窮學生有嘛？有貧賤學生有嘛？有解啫，但系一個富家子弟會唔會睇少個貧賤同學啊？唔應該，所以冇記住菩薩住喺邊啊？菩薩住喺天嘅。咁天界係咪有天人？係咪有好多菩薩做老師啊？咁好多老師都會教所有天人。天人最容易犯嘅毛病係乜嘢？大家知唔知啊？慢啊嘛，驕慢高傲啊嘛，啱唔啱？所以無數嘅菩薩都教天人咧，要恭敬佛法，恭敬眾生。佢話：你見到喺世間上有任何一個人依如來修行嘅法，你就要當佢係未來佛去護持噶啦。咁樣嘅心態嘅。好啦，咁啊，不是如天咧，即係意思係專心一意，唯當一心歸佛法僧，歸依、歸敬、歸命佛法僧三寶。佛寶。釋迦牟尼佛係咪啊？
東方七佛係咪？西方阿彌陀佛係咪？係啦，總之歸命一切圓滿嘅正德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嘅覺者，歸佛歸法，由一切佢哋金口所說宇宙嘅真理教化，我都歸依啊！增寶者能夠增就出家人就增寶啦，菩薩就聖僧啦。總言之，為我哋宣說真理嘅增寶，我都歸依。受持禁戒，受接受一啲如來叫我哋唔好做嘅嘢，戒者戒備 ，alert， 我哋咁樣形容嘅，小心唔好踩落去，小心小心小心，殺生個結果係好可悲嘅，唔好做殺生。所以唔係話唔準殺生，唔準殺生同唔好殺生係兩回事。佛教唔講唔準嘅，你做乜都準，你做乜都得嘅。但是你要想想個結果，你想不想個結果？梗不想啦，咁你會唔會做？梗唔做啦。啊，咁就戒啦，你注意咁戒。所以五戒有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所有在家居士都必須要遵守、要注意嘅五種戒備心，跟住禁止自己去做。邊個禁你嘅？唔係佛禁，唔係菩薩禁，唔係個法去禁。是得你自己救，因為點解世間上只有一個人可以改變你嘅啫？啊，就係自己。你唔改，冇人改到你；你要改，冇人阻到你。好啦，啊，十戒沙彌尼有冇十戒啊？沙彌守十戒，菩薩就二十四戒啊，咁解啲菩薩戒啦嚇。好啦，撇咗即係比丘啦，比丘、比丘、比丘咁啊，譯音譯過嚟咁解啫，即係比丘二百五十戒，具足戒。啊！比丘尼五百戒，五百戒呢度就咁記載啦嚇。咁誒喺啲四分律啊裏邊記載咧，即係比丘尼手咧係三百八十幾戒，好似啊三百幾戒啦。於諸戒中，或有違犯、暴惰、惡趣，假若佢自己知道喺咁多個戒律當中咧，自己都原來都冇守曬。原來都冇守曬啲戒律，或有違犯，咁驚唔驚有果報？驚。驚㗎。暴墮惡趣係咪自己好驚暴，會跌落去三惡道報啊？咁你學佛學到落去三惡道報，係咪好可憐咧？好可憐啊！但你又犯咗喎，又點算好？若能專念彼佛名號，恭敬供養者，佢假若你能夠持念七佛如來嘅名號，能夠用恭敬嘅心嚟到去供養香花飲食諸如此類啦嚇，必定留意個必字喎，必定不生三惡趣中，一定唔會跌到去落去地獄惡鬼畜生，斷咗你三途之路，咁啊七佛嘅功德。首先產生在這裡是如來和文殊菩薩說這個七佛功德不得了。好了，那就題外話講一下咯，為什麼那些人受五戒、八戒、十戒、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戒或者這裡寫五百戒，他會違法，佢明知違犯你都受，點解咧？咁可唔可以唔犯嘅咧？冇可能，冇可能，係啦。有人講冇可能，有人講話誒，佢呢個冇可能係真係客觀環境。如果你唔知道你受戒嘅目的而胡亂去受嘅，就係咪講冇可能咧？係，係咪我可以咁講？因為我都唔知我點解。譬如現在人五戒我們容易掌握一點，是不是不殺生你會不會殺人呢？不殺，那你不要殺動物行不行？都可以。那你乃至昆蟲，我在我知道底下我都不殺它，你能不能夠做得到這個心態呢？做到啦，是吧？就是我不覺意，那不覺意那些不算嘛，你是使一個殺念去殺的，我能夠注意的，我守這個戒，不是你的東西我不拿，那有什麼那麼難呢？那也不難啊，是不是？
奸淫掳掠我都不奸淫掳掠，我总之我就要互相尊敬，我不会占人的便宜。好了，那就不淫戒，那就对某部分人呢都有些难度的，但是对一些发心修行清净的人呢，我不去侵损人家，我不去侮辱人家，不去发泄啊，因为这里呢个淫戒针对了呢其实是奸淫掳掠。那当然呢比较复杂一些，跟我们的古印度那个标准跟我们现在不要说只是香港，现在现代社会的标准呢又不同的。例如什么呢，就是古代可不可以三妻四妾呢？可以。可以的。那算不算淫戒呢？不算。那但是现在行不行呢？不行。所以个标准不同了的。但是即是我哋唔會鼓吹人哋搞到攪攪教教，去損害人。但係喺個事實上，呢個因緣個果報當中咧，你係避唔到嘅，有好多樣嘢。咁啊，有冇結婚離婚嘅咧？結婚咪離婚咯。咁有冇犯戒咧？嗱，如果你結婚離婚又結婚又離婚又結婚咧，咁你就唔犯戒噶咯。所以，但係喺古印度咧，呢啲完全唔係講犯戒嘅嘢。啊，我哋知道個。知道個定義啊，好啦，嗱，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唔呃人咁啊，得唔得咧？係我哋應該唔呃人噶嘛。咁你而家一個唔慣呃人嘅人，我叫你去呃人得唔得？唔得嘅喎，啱唔啱？做唔到喎。咁好啦，我唔飲酒、唔吸毒、唔去揾其他嘢去控制自己或者麻醉自己，咁得唔得咧？好啦，咁啊呢五戒咧，我哋容易。好啦，出家你話出家大啲喎，係嘛？出家係要守咩戒啊？要守250戒。咁250戒，如果我唔明出家嗰個目的嘅話咧，你夾硬要我去守，我點守啊？守唔守到？好難，守五戒都難啊！唔好話啱唔啱先啦。但係如果我知我點解要出家，咁啊唔同咗咯。咩？點解要出家？我哋講下題外話嚟噶。我哋凡夫就染世間嘅，係俾世間嘅環境帶動。我哋係咪想越嚟越好啊？所以我哋唔好做殺生、偷盜、邪淫、妄語，我哋就斷除咗落三惡道報。但係我調翻轉咧，我唔單止唔殺生，我仲點啊？我仲護生、放生，啱唔啱啊？幫助其他眾生，咁就不得了咯喎！你就壽命綿遠喎。我不單止不偷盜，我還怎樣？我還布施去幫人，那你就哇，你的福利越來越富貴了，對不對？那我不單止不邪淫，我還要 去教人家的道德，互相守禮，那令到人人都尊敬我了，對不對？好了，我不單止不講大話，我還要到處講誠實之語，講真實的去幫人，令到人個個信任我了。我不單止不去即係吸毒啊、飲酒啊、麻醉自己，我永遠清醒知覺，我係有永有智慧，我唔會做愚痴喎，我唔會做世世愚痴。好啦，呢五樣嘢，如果我調唔單止唔做嘅話，我係會越嚟越有福。我個目的就係創造美好嘅人生，係咪好簡單？但係如果一個比丘，我點解要出家？點解要出家？求解脱。咁而家。可能答案就是因為寺廟不夠人，會不會啊？啲廟乜唔會啊？直情香港都不夠啦，寺廟淨係嗱，而家香港出家人不是多噶啦，新出家又不多，男出家仲好少呢個嘢。咁其實寺廟真係唔夠，咁國內啲寺廟夠唔夠人啊？哦，更加不夠人。哦啊！所以真係有很多人是因為不夠僧女而出家嘅，係真係嘅。咁樣你叫佢守250戒曬，得唔得啊？一定唔得啦！我哋話守五戒都未必得啦，係咪先？所以其實你係唔知個原因。但係佛講我，佛當時對住好多外道講出，佢已經出咗家噶啦嘛。佢哋求咩目的啊？外道苦行禅定，為咩目的啊？覺悟了生死，解脱。我要解脱，我要了生死。我要永離生老病死，我要入涅槃咁樣噶嘛，係咪啊？嗱，佢有個目的嘅喎，
你搞定呢個目的，出家人為呢個目的出家噶。所以邊個阻礙我哋啊？貪欲係咪啊？貪欲係咪令到我哋呢個身體有咗呢個身體四大？原來成日會變嘅，上一世、今世，跟住又瓜埋。呢個四大醫唔醫得落去噶？唔醫得嘅。呢個四大有眼、耳、鼻、舌、身、意，啱唔啱啊？是不是會招感色聲香味觸法？六根是不是成日會招感到六塵？六塵是不是會被我們的受穩干擾，影響我們的綠色啊？所以我們要將這些東西全部驅除了。所以四大不真實的，所以淨身空是不是這樣就預留果了？那這些戒律是不是幫我們啊？那麼戒律就是叫我們遵守所有嘢要戒，唔好貪欲，唔好錢，唔好儲乜，唔好貪心，降要不食諸如此類，有好多戒律要做嘅嘢。我哋如果一個咁嘅心量嘅人咧，你唔叫佢做，佢都做緊啦。因為呢啲戒律係幫佢得到呢個結果噶嘛。因為佢個結果鎖定就係我要觀破呢個四大，四大真定假嘅？叫戒空，咁佢出現緊喎。咁我問啦，我細路仔係咁嘅四大，而家咁嘅四大，老年揸啲拐杖又係嗰個叫四大，跟住我上一世嘅四大，今世嘅四大，下一世嘅四大，邊個四大係我嚟噶？我哋嘅知覺係本不生，本不滅，因為有咗呢個身體，所以先輪轉生死啊嘛，所以要觀察四大皆空。咁啊，六根染唔染噶嘛？本來我而家唔染，將六根嘅注意力唔向外向內，叫觀照咯。咁一向內咧，停咗落嚟，叫戒止，淨係觀。咁啊，眼耳鼻舌身意對來嘅色聲香味觸法，完全唔產生干擾作用，淨化，叫做禪。所以六根清淨，當你一明白呢個重點嘅話，出家嘅戒律幫唔幫到你啊？啊，咁就幫到你啦。哇，爭啲嗨咗落去添，爭啲做咗呢啲。咁所以戒律咧，嚴格嚟講，唔係綁住修行人，係幫修行人睇下你達唔達標，即係你做緊呢樣嘢合唔合呢個標準啊？咁解啊？可唔可以咁講啊？標準嚟噶嘛？頭先你講話一定唔得咁啊嘛，咪使旨意嗰啲咁啊？嗰啲係咩？根本佢嗰嚿嘢都唔達標，咁你一度用個戒一度落去，梗係唔達標啦，明唔明嘅意思啊？因為佢出廠嗰個中心個目的嗰嚿嘢都唔係嗰個標準，所以佢一定做唔到。凡夫嘛，凡夫咪守五戒咯。但係我而家講緊比丘二百五十戒啊嘛。佢都係凡夫嚟噶嘛。所以佢唔係一個出家人嘅根，唔係出家人嘅目的。咁而家你去受出家人嘅戒，你又點會成功咧？所以一定要知道一樣嘢。但是他現在這裡說的是正信男子，他本身他是想出家的，而且還有他是怎樣，他唯當一心，一心歸佛法僧，修持金戒，即是他不是凡夫來的，這些他是真的想修行的。好，在修行的期間受五戒、十戒、八戒，或者是菩薩戒，或者是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五百戒，那他犯了，他不是怕會墮惡趣，他說這一類。不是講緊身衰三門，心非三門，不是講緊呢類啊。好啦，但係所以頭先我所講，點解有啲人會做到，有啲人做唔到咧？係佢做呢件事嘅時候，個發心個目的，佢清唔清晰咁解啫。好啦，但係如果有人違犯咗嘅，係一定會果報會到噶。若能專念彼佛名號，恭敬供養，必定。講明是必定的，不生三惡道趣，三惡趣中不會墮落三惡趣。那如果你還恭敬的話，你很快戒律都會圓滿，因為你恭敬， 你注意到佛的智慧，佛的加持，你一個智慧一開你就明白，一明白你就做到了，不需要逼自己的。好了，接著就講到世間的事情，這個就或有女人臨當產時，受於極苦，梗係苦啦，係咪？若能自心清明，禮讚恭敬供養七佛如來，眾苦皆除，所生之子，
顏貌端正，見者歡喜，利根聰明，小病安樂，無有非人，奪其精氣啊！好啦，佢話假若有人咧，即係有女人咧，臨當產難啊，生產之時，其實咧可以嘅話就係陀 B B 仔嗰陣可以念噶啦，係啦，咁就免除呢啲極苦嘅機會啦。佢話若能自心清念啊清明，咁如果有個人而家就嚟生啦，或者作動痛啦，咁你教佢得唔得？都得噶啦，總之學早越早教就越好啦，係咪？越早佢肯，佢越早念咪越好啦。啊，能夠去恭敬供養七佛如來，啊，眾苦皆除，所生之子顏貌端正啊，佢嘅顏容啊，容貌啊，非常之端正，人見人愛，見者歡喜，利根聰明，小病安樂啊，佢會好安樂嘅。無有非人，非人嘅意思咩？又唔係天，又唔係人嗰類嘅眾生，就非人非人嗰種啊，叫做咩咧？叫做痴魅魍魎、夜叉、羅剎、無數鬼王，都屬於非人類啊，即係嗰一類嘅眾生。咁有好多講明啦嘛，啖精氣鬼王啊，啖乜鬼王啊，嗰啲咁好多嘅。咁點解你會招感到佢去吸你啲精氣咧？咁有冇因緣嘅？有，係咁有因緣嘅呢啲。不要說無端白事的，但是當你一供養或者一持念這七佛名號呢， 你仔仔啊，你的眷屬呢都不會被這些即惡神惡鬼去騷擾，啊，吸取他的精氣的。何以故？諸天都守護啦。以時世尊告柯難言，頭先那段呢是世尊對文殊菩薩說，現在是世尊對柯難說，那兩個有什麼分別呢？佛對著菩薩說，這本經是由文殊菩薩問的，所以佛就對文殊菩薩說，你要這樣做這樣做，還有你要告訴其他末法時期的眾生聽，呢啲念呢個如來會有呢啲好處，係咪咁解？好啦，跟住咧話俾柯難聽咧，柯難係做記錄嘅咧，啊，柯難做記錄嘅，咁咧亦都係喺代表一個代表天界嘅菩薩，一個代表人間嘅弟子。佢話佛告柯難，就梗係要柯難做嘢㗎啦，係咪先？如我稱揚彼七如來名號功德，此事諸佛甚深境界，難可了之。語物生言，他說柯難，你知不知道剛才我去宣說七佛如來名號和他們的功德，以及對文殊菩薩說，在末法時期所有修行人去持念藥師琉璃光如來或者七佛的功德的 名號的話，得到破戒者不會被惡道，不會墮惡道，災難危險的就會得到消滅，兩國競爭的鬥都會消失，都會啊這個消退啊，諸如此類種種的好處，你知不知道？我現在講緊的是諸佛很秘密的東西，我們稱揚七如來的名號功德，此事諸佛甚深境界，這個是我們佛與佛之間一切諸佛甚深的境界，一般人是不明白的，就是剛才我所說，即是我們最初講這本經之前會提出一個疑問，那我聽到你們這個七佛的名字就很著數，是不是？那不聽到那些就沒那麼著數，對不對？咁咪好似好唔公平咁咯，系咪咁啊？啊，亦都講一樣嘢，係乜嘢人會聽得到？乜嘢人會信受咧？咁我哋事實上，我哋睇下呢個世間，唔係個個信受嘅七佛呢個名。但念阿彌陀佛咧，會唔會多人信受啲啊？點解？簡單。
因為佢三根普攝，一個係攝你去個國土噶嘛，啱唔啱啊？阿彌陀佛點解我哋入對漢傳佛教對住嘅本師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藥師琉璃光，點解要見呢三尊如來？同我哋呢個世界有咩關係咧？一定有關係喎，唔係點解加個個寺廟都擺三尊佛，叫做大雄寶殿？好笑嘅，其實呢個大雄呢兩個字咧，佛教冇。原來石刻教，石刻教叫大雄，都是印度的。所以大雄是什么？大雄是世間大英雄，叫聖雄，又叫大雄，是不是有個聖雄金地？所以他這樣形容的，大雄是代表什麼？世間的大英雄。那好了，那佛教呢，即漢傳佛教拿了叫做大雄寶殿，就是世間大英雄的寶殿。那大家都知道，殿是宮殿住的，就是皇室住的，皇帝住在宮殿，皇帝請如來來這個世間，請僧寶住在哪裡？住在宮殿啊。所以佛的殿就叫宮殿，什麼觀音殿啊，什麼地藏殿啊，藥師殿啊，彌陀殿，是不是這樣？那就是證明是皇帝所起的地方，是供養皇帝的老師，這解。這裡再說回阿彌陀佛、本師釋迦牟尼佛、東方七佛，裏面是否包含很微妙接引教化眾生的一個現象？很微妙的，阿彌陀佛是接引為主的，對不對？接了你去，你就會九品蓮花一生成辦佛事。但是你其實當你去到這個上品的期間，你就會分身塵殺，遍滿虛空，去到一切國土噶咯，一切諸佛都有你個法，你嘅應身。何以故？你行普賢行願喎。所以應以何身得道，現何身而為說法。往往呢啲菩薩入到去一切嘅，尤其呢個衛土啊，佢係會示現唔同嘅眾生喎，啱唔啱啊？在不同的眾生當中，他是不是會結集不同的雜氣？是不是會犯了很多因果的果報？那這些人就跟其他的原居民不同了。那這個時候誰來救呢？就是藥師如來、七佛如來的功德力，就會令到這些大乘願而來的菩薩種的人不會跌落三惡道報，首先斷除了你落三惡道報，因為一失人身就萬劫不復，如來不會有給這個機會出現的。所以就會令到這些人是不是會聽到這些七佛的名字，或者聽到地藏菩薩的名字，諸如此類，就會斷除了他三惡道報先，然後就結集種種因緣，萌起他們的菩提志向了，就會很快成佛了，往往就是這樣的。所以他說如我稱揚起七佛七如來名號功德，我點解會喺呢一個世間為文殊菩薩像法轉時，要宣說啲七如來嘅名號呢？因為像法至末法係最多成願而嚟嘅大菩薩，啱唔啱啊？佢哋係好容易就會代顯黑。咁呢啲人能夠持念藥師琉璃光如來，係乃至東方七佛如來嘅名號，能夠向翻成佛嘅道路行，佢哋係咪會帶到好多嘅人同樣會念藥師琉璃光如來或者七佛如來？嗱，我再講一樣嘢，成願而嚟嘅菩薩當然係可以聽到呢啲佛號，能夠行上成佛嘅道路啊。咁喺呢個世間嘅人，被這些成願而來的菩薩影響，他是原居民來的，他又聽到東方七佛，他會得什麼結果？他是不是都是在走這條路？一樣的，因為佛平等的嘛，你一念就產生同樣的效果。那好了，去到是不是會生在可能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可能七佛如來，你都會生的，生在這些佛國度，你到那麼上下，你就又一樣行普賢願，又是遍滿，那你會不會生在極樂國土？會一樣啊，其實左穿右插，左穿右插，你最終是會遍滿一切佛國，得蒙三世諸佛為你受記，一定的，所有人都經過這個過程來的，這個步驟來的。
他說此時諸佛甚深境界，一般人是理解不到的，你理解不到如來你為什麼會宣說這七佛，這麼多佛都不說，那你十由四瓊奇沙一路去到十瓊奇沙是不是，那中間是不是有很多佛的，那為什麼只是說七佛呢，梗有原因，是不是有原因，此時諸佛甚深境界，即是這七如來跟這個娑婆世間的眾生有沒有因緣，有大因緣難可了之。你有沒有看小哥這幾句，原來他包含了很深的含義在裡面，他說一般人很難理解，很難會了達知道諸佛的秘密，秘密來的，眾生是不需要，你不需要知道，你一念有這個效果就可以了，是不是，即是懂用的電視你不用說怎麼弄的電視，懂用的手機你不用說怎麼弄的手機，但我懂念佛我不需要念什麼，不理他的什麼的，但當你去到大菩薩的境界呢，或者諸佛的境界，你必定知道，這個是互相 有關聯的東西的，他說難可了之，與物生疑，他說你千祈不要對於如來所說的產生疑問誤疑，你產生疑問你是不是會 脫離了，你不要疑問，是有些秘密在裡面，這些秘密呢是如來不說出來的，這樣但是這個是此時諸佛甚深境界難可了之，你要知道，但是你不要 有疑問，亦都表明出如來知不知道將來之世有人會對此有疑問，知不知道，是不是很容易有疑問呢，他已經在這本經已經說了出來了，將來的人都可能對這一本經，因為柯難是代表人世間的弟子，人世間會不會有人對這本經有疑問，會有疑問的，會絕對有疑問的，跟著柯難怎麼說，柯難白言，柯難就對佛這樣說，世尊，世間最尊貴的導師釋迦牟尼佛，班加巴啲，我於如來所說契經心而不生疑惑，他說我對於佛陀你所說修多羅即是蘇丹娜契合真理的經典，你所說的每一句真理的教化，所有甚深的義理我不生疑惑，我是絕對不會懷疑的，亦都不會在這裡揣測的，所以者何，他說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他說我知道一件事，這個是事實，一切如來一切如來呢，凡藏音就叫沙拉德德格達，一切如來宇宙虛空一切諸佛身與意業皆無虛妄，所有十方如來他證得如來的無上正等正覺，無論他的身口意所演繹出來的東西全部都是宇宙間一定啱的真理，真有其事真有其理叫做真理，所以皆無虛妄，不會作出來，不會是虛假的陳述，不會勞亂眾生，金剛經說佛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佛不會狂惑世人，不會異端邪說的，不異語的，不妄語的，所以他說不是一個如來，是一切如來他們的身語意業全部清淨皆是真實，那我們說我們的身語意是不是這個身體啊？身、口是不是意識念頭是意啊？那如來的身語意是什麼來的，大家試想一下，即是虛空、OK 那虛空即是說他知覺是不是五陰即如來藏啊？心經說啊，色不異空不異意識，色即是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意思就是色受想行識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色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這個就是境界了，這四句就是諸佛的身口意，我們人身體是不是有五運，這個身體是不是身口意，跟著色
受、想、行、識。如果整個宇宙虛空是如來的身口意，那如來有沒有五蕴的？如果你沒有五蕴的，你叫他，他懂不懂應你？沒有成熟的知識，沒有，是的。他有五蕴，一定有。誰跟他一起就念，就跟他通達了。秘密在這裡。我們這個身體的五蕴就是這個身體嘛，我們的身口意，我們的身口意，那如來的身口意，如來的相就是這裡而已，但如來的身口意其實不是在相上的嘛，如來的身口意在哪裡？在虛空嘛，那我們的相是不是有五蕴？那個如來的虛空有沒有五蕴？虛空沒有，原來有，他怎麼會知道你是相？如果沒有五蕴就只有體就沒有用啦，佢體用相照。嗱，留意一下咯，如來有四智啊嘛，係咪平等性智？同十方諸佛、同一切眾生同具呢種平等清淨啊嘛，平等性智係咪妙觀察智啊？係咪觀察一切眾生所有嘅成住壞空、成住壞空、生住異滅，係咪清楚啊？妙觀察咯。咁呢個係咪已經五蕴嘅作祟？五蕴嘅作用嚟㗎啦。咁成所作咯喎，我要令一切眾生同入無餘涅盤喎。應以何身得道？現何身而為說法喎？呢種又係咪一種五蕴嘅表現嚟嘅？咁啊，大圓鏡智係咩意思啊？大圓鏡智就犀利啦。你呢度一有，咁呢度認啊。因為成個宇宙都一塊鏡嚟㗎嘛。咁呢度一叫，係咪都要應啊？佢有冇時間嘅滯留噶？冇嘅喎，如影照就係顯像咯喎，啱唔啱啊？留意一下呢個情況。所以呢如來嘅四字係咪五韻嘅效果嚟嘅？所以叫五音即如來藏喎、哦，如來藏即五音周遍喎、哦。哇！呢、這個先至犀利。所以照見五蕴皆空，佢唔係照見冇五蕴，唔係五蕴嘅功能喺度嘅喎。唔係一個蕴字，即係有覆蓋啊嘛，點會有蕴？蕴嘅有種作用咁解啫，佢蕴藏咗五種能力。我有我呢一個軀體，呢個軀體咪有視覺嘅能力啊？係咪有色見到顏色啊？係咪有接受啊？透過我眼睛就接受咯，跟住有感受，中唔中意啊？中意，於是乎有行運啊嘛，色、受、想係嘛？中意啦，咪有行啦，有行運啦，跟住就記喺個色田裏邊咯。咁呢種原來咧係呢我哋覺性所衍生出嚟嘅能力嚟嘅。我哋嘅知覺合咗呢個身體，當我合咗隻蟻，蟻係咪有呢種五運啊？咁我合咗個人係咪有呢種五運啊？我合咗個天人係咪有呢種五運啊？但係而家關鍵就係話，我點先見翻呢個性？我要將呢個身體，將所有合咗我哋呢啲本性嘅嘢，全部 release 放下，咁就顯現本不生滅嘅自性。呢、這個過程叫做禪。或者叫做奢摩他，仲喺一個生如幻嘅生死當中去廣度眾生，同時唔染嘅呢、這個叫做三摩缽提，記唔記得我哋圓覺經講過？啊，好深嘅呢啲景象。好啦，而家呢度講緊一切如來係咪同一個法體？佢嘅身與意業係咪等於虛空？係咪皆完全所有嘅嘢真實？有冇嘢照唔破嘅？照透曬嘅。所以《金剛經》第十七分段點講啊？佢話佛對須菩提講：恆河啲沙係咪沙？恆河啲沙梗係沙。如果每一粒沙係一條恆河，將一條恆河裏邊嘅沙粒數目加埋咁多數目嘅恆河沙裏邊每一粒沙加埋多唔多？多。哇！多啊，記得啦。他說有如是沙等恒河的佛世界，諸佛世界，這些世界多不多？
裏面有無數的眾生，他心諗緊乜？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讀過《金剛經》的人都會記得呢段，意味著就係話，如來在寂靜的法體，遍滿整個宇宙虛空，無量微塵、微塵、微塵的佛世界。里面微塵佛世界里面的每一个众生的心諗緊乜，有没有离开宇宙寂静的法体？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俾个名佢啫。因为真正的知觉是遍满，不会生亦不会灭，不生不灭不动的，这个就是如来的心与意。所以这段就是阿难赞叹，他说一切如来的身与意业是不会有虚妄的东西，他能够照透宇宙一切的真相，他讲出宇宙最真实的真理。世尊，此日月轮可令堕落，妙高山王可使倾动。举两个例子，这个日月这个太阳系可以改变，可以不见，可以消失，对不对？妙高山王，哇！我哋个喜马拉雅山可以令到佢倾动，冧咗落嚟。诸佛所言，终无有异。十方诸佛讲咗出嚟嘅真理系唔会变异嘅，系一定啱嘅咁解。世尊，现有众生信根不具。信根不具嘅意思系乜嘢咧？佢话。他说世间最尊贵的导师啊，可惜在这个五族恶世的众生，很多对如来你的信根未建立。留意一下，不是他不识信，是他对佛不信。我们每一个众生呢都有信的，不是没有信啊。信的意思是什么？相信你认定的东西，你做什么都对的，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你相信这样做是对的，那这个就是信。但会不会信错的呢？我就不是信错了，不信错就不用搞到现在这样，是不是？就是会信错的嘛。好了，那 你对如来产生信的话呢，这个就难了。因為你不識如來的嘛，啱唔啱？如來又不知點話俾你聽如來個真正的能力，咁你要對如來要了解，你先產生得個相信嘅喎。好啦，佢就講啦，可惜喺呢個世間咧，有好多眾生，佢對三寶，對於佛法僧三寶，佢嘅信任咧係唔具備。你話佢唔信咩？佢又信喎。你話佢信咩？佢實質上又係唔信。例如咩人呢？你信唔信阿彌陀佛？我梗係信啦，係嘛？咁你有冇求生阿彌陀佛嘅歌？我冇喎。你有冇拜觀音嘅？我有拜觀音嘅喎。咁你知唔知觀音點教眾生？我又唔知喎。咁你話佢係咪信觀音啊？你唔可以話佢唔信觀音嘅喎。但佢有冇聽觀音嘅説話去做咧？佢又唔。咁點解你唔聽咧？其實你唔認識佢。你對佢根本係一種信仰嘅信，唔係信心嘅信，啱唔啱？信心即係話我真係對你好有信心，我咪跟住你行啦。我對你信仰嘅啫，信仰嘅意思咩？我低你高咯，即係仰望咁高，即係意思咩？有咩睇住我，大起大我咁解嘅啫。你對佢一種信仰，當佢好高好高，你好低，你就希望佢。分啲好嘢俾你，幫你清淨啲衰嘢咁解啫喎。你係呢種信仰，你唔係對佢有信心喎、哦。有冇分別啊？有。有分別啊！我哋要知啊。所以信佛咧，係要興起一個實信心。呢、這個真實嘅信心係包含咗咩？你要跟住佢行嘅，你要依住佢行嘅。我信曬你噶啦，咁即係你咪跟住佢行。你試下，我買股票的，我信曬你的，咁你咪即係信曬佢咯。佢買，佢哋買，放你就放噶咯，係咪先？你跟住佢行啊嘛，咁你咪講信心。
咁當然你用信心咧，信咗佢咧，你就跟咗佢行。咁你對於諸佛有冇真係一個信心？有幾多人有？唔多嘅。有衰嘢嗰陣就求你就有，係咪真係信曬你？咁誒一句咩説話？即係寧信其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咯。咁其實呢個信心係咪好真係好信咧？其實麻麻地信，不過唉，行到呢一步，乜都要信噶啦，即係被逼信嗰種啊嘛，係咪啊？唔係真係實信，所以我哋一般人講你信唔信啊？搞清楚，唔係信仰嗰種信，係信心嗰種信，好緊要。咁呢條都講啦，個世尊現有眾生信根不具，對於諸佛所講嘅説話，唔係真正信任，唔係真係有信心嘅。好啦，佢會點啊？聞說諸佛甚深境界，作是思維。佢聽見諸佛如來甚深境界，就哇聽到咁巴閉，作是思維，佢就會諗啦。雲何但念七佛名號？點解可以淨係念七佛個名咁簡單？變惡以所功德勝利，就會得到你頭先講咁犀利嘅啊嘅尊勝嘅利益。嗱，呢個勝利唔係解贏啊，係尊勝的利益咧。咁佢話點解淨係單單念七佛個名啫喎？即係咁巴閉咁係嘛？即係會產生嗰種狐疑，由此不信，會唔會有人不信？所以我話念七佛如來，其實呢本經都好耐啦。啊，義淨法師譯呢本經喺唐朝時期，武則天親自供認佢，仲第一個皇帝禮法師嘅就係武則天，就係入禮呢個義淨法師。咁啊，唐朝都千幾年，呢本經即係千幾年嘅咯，千幾年咁，如果信嘅咪通街都信曬啦，係咪？但又唔覺得好多人信，有冇留意到？嗱，我哋睇到客觀嘅環境話俾我哋聽，念阿彌陀嘅人多多，但係識念藥師琉璃光嘅人，琉璃光如來乃至其他六如來就多唔多？嗱，佛弟子啦，已經係咪啊？好佛弟子好虔誠嘅咯，都未必會念。咁啊，揾唔到？唔揾到㗎，擺曬度你哋睇啫嘛。你睇到你睇下咪睇，劈低，冇人講解啊嘛。嗱，講解好緊要喎。嗱，你自己翻去睇同我講解係咪有唔同啊？真係唔同嘅喎。佢你其實嗰、那個你最緊要就係你解明嗰、那個。我哋睇佛經其實就係話再重温一次釋迦牟尼佛喺呢個課堂當中所講每一句説話嘅意思啊嘛。我哋聽經嘅最緊要聽到啲意思，然後攞呢啲意思去做人啊嘛，係咪啊？咁先係真正依法修行嘅嗰個心態。所以佢話。亦都講一樣嘢，因為呢個世界嘅眾生諸根信根不具，咁亦都講一樣嘢，呢種現象正唔正常？正常。點解啊？因為兩種原因。第一係咪福力嘅問題咧？係福力嘅問題。呢個五族惡世有太多惡人，亦都菩薩。應和光同塵入到嚟呢個世間，凡殃自受，故受因果啊！佢哋嘅因緣業力碰到呢啲如來嘅因緣，未即係未個 timing 未到咁解啫。有好多人，我成世都拜佛噶啦，我媽我對咗佢幾十年，但係我晚年先信佛，有冇呢啲嘅？有嘅喎，咁呢、這個？咁幾十年前你都唔信咧，係咪先？個因緣未具足啊，啱啊！所以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但係你記住一樣嘢，呢啲屬於稀有嘅因緣，好稀有啊！七佛如來嘅聖號，你得聞嘅話係好稀有，而你識得因眾咧係更稀有。呢啲係咩？菩薩根嚟噶，只有菩薩嘅根基嘅人先會碰得到噶。普通人是碰不到的，碰到都擦肩而過的，不懂得補的，真的。好了，他說世間有很多人，儘管聽到有這本經，儘管聽到
有呢個佛號，但係佢哋由此不信，變生肥胖，會唔會肥胖啊？會。通常肥胖會點樣肥胖法咧？唔係真實的，唔係真的，我就唔信啦。係或者呢本經都假㗎啦。未必係真係佛經嚟。係啊，係咪胖會好自然會有，即係話唔單止唔信，仲會狐疑，仲會產生一種咩啊？即係攻擊嘅，否定佢，否定佢，即係唔嗱我唔聽就唔緊要啦，係咪？仲話你又信佢啊？哈哈，笑你㗎嘛！好多人有冇人笑地藏經啊？有啊，有啊，真係。哎呀，我嗰陣時我都覺得有個際遇，我都而家仲感覺到好唔舒服。以前初初學佛，我廿幾歲嗰陣，有個大學生好叻噶，又係一生研究佛法噶啦。點解叫一生嘅人？佢都係廿幾三十歲，係嘛？佢走嚟同我講，佢就研究啲小乘法多啲嘅。地藏經你都信，咁第二經嚟嘅喎，乜乜乜乜喎，真係好早死。好，佢唔應，佢有錢仔女嚟嘅，富家子弟，係嘛？真係捧經，一捧佛法咧，即係其實你懷疑可唔可以？係可以嘅，你要恭敬嘅心懷疑，咪慢慢去研究咯，啱唔啱先？咁我哋研究科學都會，我睇唔到風，我可唔可以話冇風咧？我睇唔到電，可唔可以話冇電咧？咁我懷疑係可以噶嘛？咁你點樣證明啊？大膽假設，跟住點啊？小心求證咁先得噶嘛？好，我做實驗。哎呀，真係噶喎！哎呀，真係噶喎！好似我講話，成日都講笑嚇。30年前，如果有人閉咗關，而家佢出關啦。喂，你個仔喺邊啊？美國啊？同佢傾幾句啊？唔係啩？你攞咁黑古立國嘅嘢，叫我同個仔傾偈。30年前，我知道你有電話嘅。但是你話拎住呢嚿嘢可以見到我個仔，同我仔傾偈，你信唔信啊？我梗係唔信，唔信咪試下咯。你唔會掉咗佢噶，咁會唔會掉咗佢啊？你掉咗個人係咪好冇智慧啊？咁舉呢個例，你可唔可以懷疑啊？可以，唔該你用恭敬心嚟到試，啱唔啱啊？係咪大膽假設先得噶嘛？我當佢有咁試咯。咁你做咗個實驗啦。咦，係咪真係改到？係喎，咁你咪知咯。愚人飲水，冷暖自知。我成日都覺得，你可以懷疑呢個世界有冇觀音菩薩，有冇地藏菩薩，有冇十方諸佛，你咪叫佢個名咯，啱唔啱啊？佢即刻會應你噶嘛？佢點應我就唔知喎。即係好似好簡單，你裝個 Apps， 跟住你咪 send 佢，跟住問佢，佢有佢會答你噶嘛？但係佢答唔答你啊？冇人知嘅，係你先知噶嘛？係咁咪咯，所以。他說這些人世間的人因為往往不信佛對佛缺乏信心缺乏信任他口講信佛他其實求你幫他不是真的信你的你幫到就光完就算了過了去就神仙了是不是、啊、好了我有辣的時候我又吃齋了我又印經了我又捐錢了是不是、啊、我又每天晚上都念下經了搞定了搞定算咁咪食完食完咯，唔食齋噶啦我。讀經唔讀唔讀經，讀完得啦，我讀完得啦。有冇呢啲人啊？跟住你問佢你信唔信啊？我好信佛噶。有冇呢啲人？世間就係有呢啲。咁我想請問，呢啲係咪佛弟子？呢啲係同佛做生意 ，trading 嚟嘅，交換條件嚟嘅，啱唔啱啊？想得到利益。嗱，我有難，你想要乜？我聽曬你話，捐錢啊，捐得，我有難啊嘛，係咪？大家解決咗問題啦，咁我就齋嘢食完啦，經就讀完啦，啱唔啱啊？我就真係過咗呢個災難啦，咁我唔使啊嘛。即係話我對佛教嚟講咧，只係一個點講啊？服務公司得閒有難咧就嚟解決問題啊，跟住貨銀兩額搞掂，咁就完全解決咗啦。咁世間有好多呢啲人。呢啲人會唔會讀呢本經？唔會，因為佢唔會信呢啲嘢。佢話：疲於長夜，失大利樂。長夜嘅意思咩啊？夜係咪黑暗啊？佢哋將會
墮入長久的黑暗，遇不到光明，這樣就是長夜是這樣的意思。失敗你了，來到你門口了，入了你的耳根，你的色田都聽過了，對不對？你都不信，是不是失敗你了？那為什麼有這樣的遭遇？是不是惡業？這個惡業是不是令到這個人的福來到門口都拱開了他？那是不是這樣？那這些眾生將來會怎樣？墮諸惡趣，會不會？會。那墮完惡趣之後會怎樣？等救。先問大家，覆翻大家，看看大家對於前面講的經有沒有記憶。墮咗惡趣，忽然間佢係啦，跟住生翻做人。記唔記得？記得。記得啦嘛。呢啲人係咪會？墮惡趣啊！會墮惡趣，佢以前係咪聽過啊？係。係咪會忽然間會記得啊？會。佢話：惡趣突然之間會唔見咗啊？係。咁一眾翻人，佢會唔會係咪變咗個菩薩啦？已經正見精進。正見精進咯喎！都唔會白聽嘅。不過本來你唔使受呢啲苦噶嘛，啱唔啱啊？但係你要認，咁係咪呢啲叫定業咧？即係一定要受翻呢啲苦。是業力遮蓋了他的智慧，產生一種討厭力、厭離力，就產生這種果報。他說：彼於長夜，將會墮於長久的黑暗，這樣失敗利樂，失去最大的福利、快樂，墮種種的惡趣、諸惡趣，是地獄惡鬼畜生，地獄惡鬼畜生，地獄惡鬼畜生，這樣執位，不停地落，這解種種的惡趣。佛告柯蘭，佛就對著柯蘭這樣說：彼諸有情，若得以聞諸佛名號，墮惡趣者，無有是處，為除定業不可轉者。解釋了佛就說、其實呢柯南他說這個眾生彼諸有情這些眾生，他說若果正常來說耳聞，即是耳仔聽聞諸佛名號，即是七佛名號，而都跌得落惡趣者呢，是不會有這樣的事的，無有是處，無這回事的，咁解。本來係唔會發生呢啲事嘅，即係話一般惡業眾生都好啦，一聽到啲七佛嘅名字，你會點啊？你滅咗好多罪嘅。但係頭先柯蘭講嘅呢班説話會唔會發生咧？係會嘅。佢為除，為除定業。即是说过往生破佛法、毁坏佛法，对不对？摧毁正法的人定业来的，你一定堕落到问佛都帮不到你，这解不可转者，不可转的人就会认回，尽管听到佛号他都会堕三恶道，但是因为你过往生曾问这些佛的名字，你會忽然記得的喎、你忽然記得咧，即從惡道出，特生為人，就聰明利根，啱唔啱啊？智慧明現，菩薩呢個志向咧，哇，不得了，好快成就無上菩提，因為聽到呢啲佛嘅名字。佢話又講一樣嘢啦，柯蘭，此事諸佛甚深境界。難可信解、真係好難信噶、念阿彌陀佛都係難信得，啱唔啱啊？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啦，係咪啊？佢話呢個係世上難信之法嚟噶，呢、這個亦都係此事諸佛甚深境界，佛與佛之間同眾生之間嗰種嘅因緣衍生出嚟嘅不可思議境界。
難可信解，一般人好難去相信，好難去解得明當中嘅義理。汝能信受，你能夠相信，係咪你同如來嘅個因緣好厚？過往生供養無數諸佛，所以你先至對如來講嘅説話咁肯定相信。你能信受，當知皆是如來威力。如來的力已經穿透在你的身心上，所以你對如來呢是鐵一般那麼信受的。他說阿難，一切聲聞、獨覺等皆不能知，為除一生寶處菩薩。強阿難，這些這樣的境界很難解得通，很難解得明。他說一切聲聞，聲聞即阿羅，由四果、四向四果，由須陀洹、斯陀含、阿難、阿羅漢，叫四果聖人。正懂阿羅漢的意思是什麼？他根塵脫落，但是得到清淨，因為他的心由執著自己去到薄無助，他的結果就是無助。那他知不知道宇宙的 真相那麼多東西？不知道，因為 他只是無助而已。阿羅漢他神通只是看到一部分。獨覺者即是圓覺，就不同易經師用不同的名字。圓覺是什麼？辟支佛。辟支佛是怎樣？就不是慢慢淨化，慢慢淨化經過四果嘛。辟支佛就哦，原來三世是假，啪他就覺悟了。一放根塵脫落，即是六根一斷，塵亦都斷，即是無名一斷，一切十二因緣都斷，這個就促證了一個解脫。但是這些都是小果來的，對不對？但是菩薩是怎樣？興起菩提心，由無心變成愛心，這個愛心變成遍滿大方廣，大到宇宙虛空無盡無邊，過去現在將來所有一切極微塵數，一切佛世界乃至一切世間一切虛空的眾生，他的愛心都遍覆。哇，你說大不大？成就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是不是感性的愛？這個愛心遍滿，願力遍滿，功德遍滿，回向遍滿，所以成就一切種子，他的能力盡知虛空一切真相。所以他說一切聲聞不知，阿羅漢不知，獨覺辟支佛不知，皆不能知，為除。菩薩當中是誰菩薩呢？菩薩有五十二位菩薩，意思就是 他不一定是淨阿羅漢淨成仙的，我們凡夫都可以發心做菩薩的。那麼經過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跟著上十地，十地呢四地會退轉，五地、六地正波野，之後就不退轉的。跟著願，第七地願，方便，第八地願，第九地力，第十地智，智就法雲地。上到去法雲地菩薩摩诃薩，再上個叫做等覺菩薩，叫一生寶處，後寶佛位，好像觀世音大勢至，好像文殊普賢，是不是一生寶處菩薩？為除一生寶處菩薩，即是說就快成佛的菩薩才能夠知道諸佛與佛之間的秘密，在道生所發揮的不同的功能，只是諸佛甚深境界。為除一生寶處菩薩，即是法王子菩薩摩薩，那文殊菩薩是嗎？所以佛對著他說，是不是文殊菩薩問的？是的，全部都啱返個機契機。好了，這一段呢講述了一件事，有人不信，本來聽到七佛而跌落去三惡道報呢是不會發生的，這些事除了即是寥寥可數，是不是這樣？是極重惡業旁過佛滅過法的人定義它才會發生。那前面是不是有如來已經補了？是不是已經補了嘛？那些願力當中
你曾經即係就算你喺三惡道報當中，你過往仲記得過呢啲佛嘅名字，你會突然記翻得噶嘛？係嘛？咁而家就解釋。咁我當時解嗰陣咧，我當時都諗下，都會諗到點解嗰陣時聽到又會墮到落地獄咧？咁我當時都出現過呢個咁嘅念頭嘅。啊，咁因為聽到就唔會落三惡道報啦。咁點解落三惡道報嘅人又會曾經聽過咧？咁係咪好似有啲矛盾咧？咁而家呢度就唔矛盾啦，因為佢聽嗰陣不信，仲要誹謗，咁呢啲人咧就會墮三惡道報。咁其實咧，真係你誹謗都好啦，即係呢啲墮三惡道報嘅機會咧，都未嘅，都未都佛菩薩咧係最緊張嘅，最唔想成願而嚟嘅菩薩會墮落三惡道報嘅，佢會百千善巧方便，除咗真係即係過往生嘅定業太重，咁就冇得講嘅啫。啊，咁啊呢度亦都補充翻一句啦，佢話阿難啊，呢啲係諸佛甚深嘅境界，唔好講你哋唔知道，就算係阿羅漢。獨覺這個辟支佛以及登地菩薩都未必知道，除了一生寶處菩薩、法王子菩薩、摩薩，他就可以知道。跟著他說，成本經以下下來這句說話是最重要的，他說阿難，人生難得，證到人生苦樂參半，對不對？幾福樂的人都苦過，幾苦的人都快樂過，他各有各的。他說苦樂當中就能夠體會佛法，珍惜佛法。他說於三寶中信敬尊重亦難可得，即是做到人已經難了，是不是？還要在佛法僧三寶中仲要生一個正確的信任、尊敬、去尊重，你話難唔難得啊？係好難得嘅，真係好難得嘅。得聞七佛如來名號，復難於是，更加難，係咪好稀有啊？所以聽得到呢本經嘅人，自有因。我講親本本經，我冇刻意去做宣傳，除咗《圓覺經》啊，頒獎慈悲啊，即係贊助我哋幾次喺呢個温暖人間做廣告啊，咁啊真係多咗啲人嚟聽，因為呢啲經咧實在係本本都係寶貝嚟嘅，係嘛？咁幾多人嚟聽有因緣，聽咗之後佢受唔受用咧，佢嘅事。通常都很難不受用，因為你了解得太清楚了嘛，那你這麼簡單的你都不去受用，真的不是對我不住，不是對佛不住，對誰不住？自己不住啦，對不對？他說得聞七佛如來的名號復難於是，比這個更難，信三寶，真實信三寶，修行很難的了，已經得聽到啲七佛名號更難，聽到而因仲難唔難啊？難啊，真係，係嘛？其實阿難，彼諸如來無量菩薩行，佢話呢七佛如來點樣成佛㗎？經歷無量百千萬億劫，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無量嘅菩薩行。將功德完全回向自己的願望，去成就自己這個願望，才有這種力量的。嗱，譬如我發願，邊個叫我，我就令到佢冇病痛咁。咁你話噏就易啫喎。咁點解一念下你個名字，佢就冇病痛呢？咁你係咪要有能力令到佢冇病痛先得噶？咁你個能力去邊度揾翻嚟咧？是不是要儲無量的功德？所以我們講無量壽經，是吧？
法藏比丘發了48大宏願，發了是不是即刻有個極樂國土啊？梗唔係啦，修行幾多劫啊？少載永劫。修行少載永劫，你話修行咗幾多劫啊？咁啊，於釋迦牟尼成佛前十劫喺極樂國土先至會成就出嚟，先至可以成就48願，願願都有力圓滿到嘅。你話佢做咗幾多嘢？咁你我哋要唔要尊敬呢啲人？要。要啦，所以我哋要明白一樣嘢。佢話你要知道每一個如來成佛啊，都絕非輕易，無量菩薩行。他说彼诸如来无量菩萨行，无量巧方便，巧是不是善巧啊？很微妙的，善巧到你擦肩，嗨嗨就中了。种种的善巧，不觉意，哎呀，好靓哦，搞定了，这就掂到佛菩萨了。种种令众生对佛菩萨生欢喜生赞叹，发心皈依持念。全部都是如来护念的菩萨的方便，他无量广大愿，无量无边广大的誓愿、啊、如是行愿善巧方便、啊、种种的行为，他的愿力不是得个发愿那么简单，我只是坐到发愿没有用，他是身体力行圆满这个愿望的执行的，好像观世音菩萨在《悲花经》里面讲，他发什么愿啊？这个不逊太子，我将来要继阿弥陀佛无量寿佛成佛，但是我行菩萨道时，若果有众生受诸苦恼，无依无靠，堕三恶道报之前、啊、他能够呢叫我的名字，若果给我天耳所闻，天眼所见，我即时要闻声救苦，解救他苦难，若果不得，我不成佛，是不是记不记得？所以宝藏如来为其取名观世音，自他发了这个愿之后，他是不是这样做先？是这样做，叫做行愿，将他的愿实行出来的，付诸实行，不是虚言，不是得个讲的，他叫无量行愿，如是行愿善巧方便，全部去迁就众生，不用你去迁就他的。咁我哋話，我哋去拜佛啊，我哋去禮佛啊，唉，去呢個普陀山，去呢個峨眉山，其實係調翻轉，係佢日日嚟我哋屋企嘅，日日喺度隨順行順我哋嘅生活，我哋一叫佢到啦，一叫就幫啦。留意啊，佢哋係善巧方便，唔係我哋遷就佛菩薩，係佛菩薩去遷就我哋，百千善巧方便嚟到遷就。好似個慈父慈母，佢擁有無量嘅資財，但係佢教個仔女，佢身體力行，佢就住個仔女喺咩時候教佢咩嘢，喺咩時候教佢咩嘢，啊咁解。佢話：你知一樣嘢，我喺呢個世間應文殊菩薩去講像法之後，修行人點樣去不落邪見，點樣去行上直至菩提嘅道路呢？我為你說啲七佛，呢七佛有妙方便，有巧方便，有善方便，呢啲係佢哋行菩薩道時，從無量善巧行願方便成就出嚟。佢話裏邊有幾多嘢，我想講俾你聽，我講唔曬。佢話我若一劫，你俾一劫時間我，過一劫，超過一劫嘅時間俾我，我逐個講，説不能盡。我講唔曬。呢七個如來行菩薩道，你唔好睇佢發嗰四個願，你唔好睇佢發嗰八個願，嗰十二個願，佢要做幾多嘢先至能夠願令到呢啲願望圓滿啊？能夠喺虛空有呢種一叫就產生改變嘅能力，佢唔係憑空而有嘅，係無量菩薩行嘅回向莊嚴佢嘅願望，佢先會成就。是突出了佛對著阿難說，亦是代表了對著這個世間的人說，你們要信佛，你們要當信如來誠實之語是真的。人生得人生已經很難，信佛已經很難，
聽到呢七如來而信嘅係超難嘅，好有福嘅人先聽到，所以要唔要珍惜？要。所以仲有你要知道呢七如來行菩薩道時，佢種種嘅方便，你俾一劫或者俾我冇俾超過一劫嘅時間，你我講，我冇辦法講得曬呢啲菩薩種種嘅偉大嘅行為。所以當我哋凡夫，我哋一介凡夫喺末法時期聽到呢啲七如來嘅功德力醒號嘅話，係咪應該要倍生恩重？要感恩，要多謝咧呢、這個心態。咁你一有呢個心嘅話，你一念嘅話係咪相應？自性清廉，自心清廉，呢、這個自心係關鍵嚟嘅。好，我哋今日咧就到此為止，我哋下個禮拜繼續啦。我哋一齊起立做個回向啦。願以此功德，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感恩老師，多謝老師，多謝老師。